谢谢你啊，我是想谢谢你。谢谢怎么谢谢呀？四少爷他在哪边呢？啊，在那边呢。追！哎哎哎哎！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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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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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开让开
爷，霍大爷，四少爷，跑哪儿去了？走走，嘿嘿，走好，你们抓不到我。你说这些兵是你爹派来抓你的？啊，你爹什么人啊？还有兵？哼，我爹是外交总长。哇，你是外交总长的儿子，真牛！这个送给你。哎，还有这个，这干嘛？什么意思？你帮了我两次，这算是谢谢你，想跟你交个朋友。一千多烧的，你拿我铁蛋当什么人啊？友情是拿这东西能买到的吗？那你教我用什么呀？我用真心的。哦，那这个你给完了还往回拿？不错，你这人够意思。你最喜欢干什么呀？玩啊。那你算招对人了，看见了没有？九号公馆，有时间找我玩去。这九号公馆是干什么的？九号公馆你不知道？你是人吗？这里边好多漂亮姑娘，最棒的当然得说京城闻名的白雪。白雪是谁啊？白雪你都不知道？我刚从山西回来，我对这儿不熟。哎呦，真是土包子。行，你这朋友我交了，报个名号吧。我叫童玉官。我江湖人称京城小霸王。
完蛋了！怎么了，铁蛋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在外面闯祸了。闯什么祸了？我这个篓子捅得太大了，变成很大的棺材的皱纹啊！我正好认识一个姓佟的，他爹是那个总统内阁的外交总长，只有他才能救我呀。你说你那个朋友他爹姓佟，他爹是外交总长？是啊，就是佟善，佟总长。那我要怎么做？就是他就是想一睹你的风采，他就在楼下呢，待会儿你帮忙，我要是这点事儿都办不成，他哪管我死活呀。铁蛋，你放心吧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小哑巴，看看白雪对我好不好。哎呀哎呀呀呀，今天的局面可难搞了。铁蛋啊，你在这干嘛呢？爹客人等急了，我催得快点，赶紧的。雪儿啊，你怎么到现在衣服也没换，妆也没化，头也没梳？你知道楼下等你跳舞的人已经从咱们大门口排到卢沟桥了。姨娘你放心，我很快下去。还有啊，今天楼下来了个八爷，他已经来了八次了。不是姨娘想干涉你，事情啊总要有个先来后到，轻重缓急，待会儿你自己可要斟酌着点啊。姨娘你放心吧，我自有分寸。那就好。哎呀，你还愣在那儿干嘛呢？啊，还不帮小姐赶快把衣服换一换，头发弄一弄，妆化一化。哼，我得下去招呼客人了，你快点哦。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，何不潇洒走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，今晚的玫瑰花属于谁？我们看白雪。说你今天是特意来看白雪的，荣幸之至。啊，白姑娘，千万别这么说，应该说是我的荣幸才对。你看，你还这么客气，请我来这儿喝酒。不懂了吧？这是我们九号公馆的规矩，白雪要把玫瑰花扔给谁，他就陪谁在贵宾包厢喝酒。哎，要不然那么多人挤破头呢，打架玩命的都有。多亏了铁蛋，才让我这个土豹子见了世面。土豹子？我父亲很早的时候就被调到山西做督办了，那个时候我还很小，这几年才刚回来，所以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土豹子。土豹子。哎，土豹子，我教你怎么跳舞吧。好啊，走。哎，